枪准备，三二一。这次在 Stars World 的现场呀，其实在前两天没有选手来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先跑到了我们的比赛舞台上，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。当时真的是百感交集啊，突然感觉好像十年前的所有的回忆都涌上心头。抓到这机会，降到我的领也是在这个比赛中可以收集装备，非常漂亮的比赛，我们看到我觉得现在就是也不算年轻了，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大家都是比较老选手了。对，叫什么选手？这次比赛由于是在西安嘛，在 W 的主场，所以说整个工作人员的专业程度也是远超我的想象。Focus 一零，赢了，一零是最后一个，赢了，真的赢了。OK， 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些新面孔，但很多也是熟悉的老面孔，就觉得自己，哎，好像也没有年纪这么大嘛，好像又回到了20多岁的样子。这个触景生情吧，这么多老朋友，然后可能过两天有很多现场的一些老粉丝们，机会难得，这个聚一次可能有时候少一次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的享受这次 Star Wars 的盛会。尽管在这10年时间里，新的游戏、新的选手、新的赛事不断涌现，能给你一起玩魔兽、看比赛的同胞好友也已步入中年，但曾经的欣喜和感动依然会在我们的记忆里不断浮现。是我们看到的现实 Fly 在比赛当中这种勇于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。